提多书第三章。你要提醒众人，叫他们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，遵他的命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不要毁谤，不要争竞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、悖逆、受迷惑，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，常存恶毒、嫉妒的心，是可恨的，又是彼此相恨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。这话是可信的。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，使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，这都是美事，并且与人有益。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，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，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，就要弃绝他，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，犯了罪，自己明知不是，还是去做。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，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，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。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，叫他们没有缺乏，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，预备所需用的，免得不结果子。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，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，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